小品《花鸡鸡湾》创始人、总裁龙丹妮女士为我们揭晓荣誉，掌声有请。有请丹妮姐。大家好，我是挖机希望龙丹妮。倒闭了！获得2023腾讯视频星光大赏年度品质歌手的，你看见没？请看大屏幕。弟弟就跟露丝避嫌了，你看没？自从露丝过来，弟弟的身子就把林更新快挤死了，已经。他没去了呀。